嚟到倫敦，人人都會嚟呢間餐廳打卡㗎，睇下好唔好食先。Bud & Wolf 喺倫敦有兩間分店，係近年十分熱爆嘅英國餐廳。餐廳位於40樓，可以睇曬成個倫敦靚景，亦係十分罕見開24小時嘅餐廳，但晚市依然一位難求。網上可以提早2個月之前預約㗎。餐廳走高貴路線，而 menu 都有唔少菜式嘅選擇。小編就試咗佢3款唔同口味嘅前菜，有鮮牛肉塔塔，用新鮮雞蛋撈牛肉，再加薄脆，好嘢味啊！之後咧就試咗個鵝肝，有焦糖布丁喺面，底層係鵝肝，再配一個麵包，味道好夾。最驚喜就係呢個鴨肉冬甩，鴨肉配上菠蘿醬，我覺得呢款菜式比較特別，絕對要嚟試下。之後當然要試下餐廳主題菜 Duck and Wolf。面頭是蛋，中間夾住個鴨髀，底層是窩夫，3樣嘢夾埋出奇地夾，唔怪之成為餐廳嘅賣點。如果食 Duck and Wolf， menu 會建議你配翻杯綠茶，飲完有幾消滯喎。另外我就試咗一杯 Full Punch， 唔算太甜，幾好飲噶。最後梗係要試埋個甜品啦，朱古力生態丸咧就唔算有驚喜啦。另外呢一款甜品咧好好味啊，佢用熱糖漿令到外層嘅朱古力融化，入邊再配上雪糕，一定要嚟試下。交通方面，鄰近 Liverpool Street 站大約行3分鐘就到達。